其实啊，这个你们要记得，它的耳朵的形状是这样的，啊，你们在画那个肉色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把耳朵形状画成这个造型的，啊，这样的。然后看啊，我们要画身子，一个兔子的身子。我们就要用一个比较，水分要稍微多一点来画，看啊。